査だ。こちらです。例の中国人の証言者を連れてきます。いい。キチェ。はい。やつの目的はお前だ。なかなか狙撃にいいところだよな。吉大人，您这一改扮相，嘿，我愣没认出来。您早说呀！哎，我到门口恭候您，我这用不用我给您清清场啊？不必。我这样过来就是不想引人注目。他们几个都是我的人。哦，我们要在这里待几天，老家打算帮我把他们安顿好。您的意思是我让我要等一个人。哦，我明白了，您要等那个人，我让提起。やつの目的はお前だ。张北，我知道你就在这个院子里，我也知道你能听得到我说话。你不想出来见我的原因，不就因为我是一个日本人？可是你知道吗？一个人的血脉和国籍是他没有办法选择的。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那个时候我才只有9岁。自打我来到这儿以后，我就爱上了中国的一切。我开始学汉语，学写汉字，甚至想去了解中国的一切。有的时候我都忘记了自己是个日本人。长辈，
笑话吗？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嫁给你该多好。甚至有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去学习怎样去成为一个中国的媳妇，甚至经常想着将来有一天可以像一个中国妇女那样穿着凤光霞帔的嫁给那个心爱的男孩。后来我就开始等，终于等到了那个可以嫁人的年龄，可是我心爱的男孩却去了北平学习。后来我就开始盼，我盼啊盼啊，终于在奉天跟这个男孩再次的邂逅。你知道吗？虽然这次见面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浪漫，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因为我终于见到了那个朝思暮想的男孩。丁子，你说的我都明白，但那不是……别说，求你别说，赵梅，我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谁也别说话，就这样静静的抱怨。先进去，快！你来干什么呀？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我正好也是要走的。英子小姐，请留步。谢谢你这些日子对张美的照顾，包括为张美做的那么多事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再多说一句，如果为了张美的安全，请你尽力少来找她。她来不来不要你干涉行吗？他说的对，以后我还是少来吧。第一，为你的安全着想；第二，我也不想让你为难。先走了。我送你。不用了，留步吧。今天下午能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真的很开心。他不会有事的，你就放心吧。即便路上是安全的，我也担心他回了家会受到他父亲的责怪。你就放心吧，他现在有了更大的保护伞。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这点警觉性都没有吗？你刺杀了男爵以后，你还能见到英子，那就说明姬之满的上司把英子在现场的情况给压下来，不然英子早就被枪毙。他能是姬之满的上司，那也肯定是英子父亲的上司。他池田勇男现在真不敢把英子怎么样。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有可能是川岛？不敢说，但是也不排除。那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人对英子和池田家族如此宽容？根据我们情报显示，在奉天中佐以上的日本军官只有川岛没结过婚。我绝不允许英子嫁给川岛。给我站着！
你凭什么阻止啊？你有什么资格阻止？你是应的什么人？那赵薇兰是你的什么人？我凭什么阻止？我有什么资格阻止？小子，小子，还记着我上次走的时候说的什么吗？你说，让我别浪费了跟你学东西的机会。那就把家伙拿来，我教你的绝活。小子，不教你两下子，恐怕你十枪也打不死齐志满。毛瑟九八 K 正宗的德国造，1925年研制，1935年小批量生产，只配备给德国高级军官和党卫军使用。你看着瞄准镜，正宗蔡司的6倍放大。毛瑟九八 K 的供弹方式：旋转后拉枪击式子弹，特制的无烟弹。别说是在奉天，就是在整个中国，你都找不出几把。你试试。铁哥，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我是苏联高级特工训练出来的狙击手，我在那儿受训的时候我得过这个型号的枪。试试。3点成一线，屏住呼吸，食指和拇指合力扣动扳机。上次你帮了我那么大的一个忙，我都没来得及谢你。而且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也受到了不少伤害。其实这些伤害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我的身上已经被我父亲打得遍体鳞伤，心也被张北伤得肝肠裂断，所以我什么都不怕。别想这些不高兴的了，要怪只能怪有些感情生不逢时。看来赵小姐你也有很多感慨啊。其实说真的，我真的挺羡慕你的。我不知道你给张北施了什么样的魔法，让他对你这么一往情深。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两个那么相爱却不能在一起。我更不懂的是，你都结婚了，他为什么还是放心不下你？现在想想，觉得自己挺委屈的。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该做的，不该做的，可是他还是拒我于千里之外。难道就是因为我身上流的是日本人的血吗？林子，你为张北做的一切，他都会铭记在心的，不只是他。爹，娘，姐，姐夫，今天是你们的忌日，你们在那边好吗？你们怎么也不托个梦告诉我？想想你们也挺好。不管那阴曹地府什么样，好歹是一家人在一起。我一个人在这边，真想你，好想，好想去找你。可我在这边怎么折腾，连我爷爷说我。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在这边没有事儿没做完，连我爷怕我们现在就过去了，
赶紧活，是不是？ 子弹的直径4.72毫米，子弹的长度是7号米，枪的重量3.9公斤，加上瞄准镜4公斤，枪口的第一秒初速750公里，标尺的射程2千米，实际最大射程1500米，精准射程是800米，也就是说800米可以爆头1000至1200米，可以打中胸骨。气压跟湿度、风速都会影响到子弹的命中率，尤其是风速，顺风和逆风、侧风和旋风都会直接影响到 子弹的准确性。那我怎么才能看出是几级风呢？还有，侧风、旋风都怎么观察？如果在没有风速仪的情况下，你可以看树叶、旗子，还有炊烟等参照物。什么人？ 你是要找我吗？来，我在这儿。你要找我吗？你在哪儿？哎，我在这儿。大人，危险！大人，啥？马上来！ 就是说，目标在500码，大概是450米的距离上。目标如果是跑动的，就提前留出5个身位；如果是走动的，提前留出2个身位。特别是面对移动目标的时候，一定要计算出提前量。张美，你知道吗？要想成为一个顶尖的狙击手，应该做到什么？要有沉稳的心气儿，心腔合一。
等等等等，大人，大人，大人，杀！人品知道吧？太太，咱绕条条走吧，前面封路了。为什么封路啊？昨天晚上一个日本军官被枪杀了。停车。啊，谢谢。张总，我这里封路了，不能进去。长官，我上班的地方就在前面，我快迟到了。那也不行，我都有规定啊，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哇，你看，就在那，那就是我公司。我求你了，要不迟到又要扣工资了。行行行行，赶紧去。谢谢啊。站住！这里封路了，不能进去。我就在前面上班，快迟到了，让我过去。跟我废什么话呀？我说了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听不见啊？太太刚进去。什么你太太呀、啊？你太太我没看见啊，没有太太啊，赶紧给我走开！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昨天夜里动的手，但是根据鬼子的状况来看，他应该吐血了。你没看到墙上的血书吗？他一定是受伤了。我要去找他。站住！你冷静点。为什么总让我冷静？我到底要承受多少？小周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先跟我回书店，跟老杨汇报一下情况。我不去。小张，你听我说，出了这么大事儿，鬼子已经全程戒严了。你这个时候去找他，不但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危险，你也会很危险。还有，他杀了这个恶贯满盈的纪志满，你知道他给多少同胞报了仇吗？我心里听着都痛快。再说了，张白还年轻，手带伤不算什么。一个爷们儿，不打造一个铁一样的身板，他将来怎么跟敌人战斗啊？好了，一会儿见着老杨，我跟他说，带你一起去见张白，还不行吗？Thank you.
同志，老王同志，老铁，梅兰，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昨天夜里，张北在赌场里把吉志满给杀了，正好我在那碰见梅兰同志，就一起过来找你了。来，说说你们的情况。村长，看见赵薇兰了吗？赵科长还没来呢。强子，来，兄弟，过来。童先生，怎么回事？这是？赵薇兰被困在日军的封锁区里了，我得去救她。童先生，稍安勿躁。哎呀，你想想啊，像这种事情，在奉天每天不知道发生多少回。也没见谁有什么状况，是不是？今天只是赵小姐赶上了。我劝你呀，上峰要是知道您兴师动众的找媳妇儿、办私事儿，怪罪下来，恐怕对您不好。再说了，万一哪个兄弟出现点意外，怕您引起众怒啊。当然，您是位高权重啊，想怎么样都可以。我这是属于个人建议。个人建议，多谢郑先生的提醒，我办的不是私事。赵薇兰是我的太太不假，但是她也是你我的同事。眼看着战友身陷危机而置之不理，这恐怕也违背了上峰爱兵如子的原则吧。今天是赵薇兰出事了，我这么做；明天换做你，我也会这么做。赵小姐，有福之人啊。张北这小子还真行啊，张北的悟性啊还真是很强。当时那个吉志满骑着马在街上来回来去的走，黑灯瞎火的，他一枪就把他撂了。哼，看把你高兴的。我当然开心啊，您是不知道，我大概的给他做了做示范，简单的说了说，他就明白了。这真不是我老铁说大话，当初我在苏联受训的时候，我的教官就是这么夸的我。哦，安同志，你不高兴啊？我能不高兴吗？张北除掉了一个魔头，我们感到非常开心。但是现在我还是有些担忧啊。这也是我的顾虑。你说他整天背着那个毛瑟98K 逛来逛去的，我想日本人也掌握了这个信息，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两起刺杀案都锁定到他一个人身上。这样一来，还真就麻烦了。老铁，哎，你能找到张北吗？能啊。马上找到他，让他立刻转移。行，实在没地方的话，把他送到老孙那里。不行，那杨同志，那可是咱们地下联络站，万一有什么马脚怎么办？老铁，我知道你的顾虑。张北即使不能帮我们，但他也不会害我们。那倒也是。去吧。好。我也要去。白兰同志，你要相信老铁同志的能力，他一定能帮你解决后顾之忧的。你现在马上回去吧。啊。以免节外生枝。老杨同志，魏兰同志，这是命令。老杨同志，这丫头最近压力太大，这你知道的，就能让她出去透透气。有我在，你还不放心吗？要确保她的安全。还放心吗？Thank you.
看的还行。モーゼル 98K よ。やっぱりマンションで動いたな。みんな、こちらは犯人、残した早く、まだ草の稲子だ。简重轻生、逞人祸、凡夫赴死、刑天谴、天と地、因果関係を含まれ、なかなか深い哲学だよね。というのは、犯人はちゃんと教育されてるやつだ。しかも深い肩気持ってるし、そういうやつこそ死に向かう勇気ある。さらに重要のは、草イナゴを残してある。あいつは庶民出身、ところが単独行動が好きだ。現在イナゴ案の素質、性格も分かった。将軍、あれ置いとれ。はい。おう、ちょうどいい。桜子を呼んできなさい。川島様はお見えだ。池田さん、桜子様は少し気分悪いです。私は言ってるんだ。呼んできなさいって言ったら呼んできなさい。まあまあまあ、お嬢さんの体調が良くなければ私の方から直接お伺いでよろしいですか。構いません、どうぞ。では失礼します。川島さん、また家に来るの？なぜ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の？ジャンペが家で潜伏して襲われるかもね。
お嬢さんとご一緒に飲めるのは牡丹花下士做鬼也风流。私は誰でも手に入ってない。これは何という？これは同病相憐れむ。さて、乾杯。何？呼べ、江北は。国軍の吉直道を暗殺した。彼はすでに帝国の犯人である。お嬢さんは彼と頻繁に接触し、いち早く彼を逮捕するため情報を教えてくれ。私を惜しんで長兵の行方は教えられない。離婚になったから私は彼に隠した。だから見つけられませんよ。酒を飲め。ご協力ありがとう。本日の酒は最高。ちょっと待って、